常吃火龙果有四大好处，但要知道两个禁忌，不然等于雪上加霜。说起火龙果，大家一定会想起它那个鲜艳的外衣，无论是味道还是外表，都是十分诱人的。火龙果又称长寿果，是常见的一种热带水果，口感清凉爽口，它分为红心和白心。火龙果不仅味道香甜，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很少有虫病虫害，几乎不使用任何农药都可以正常生长。它到底有什么功效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一、解毒。火龙果富含一般蔬果中较少有的植物性蛋白，这种有活性的蛋白会自动与人体内的重金属离子结合，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，从而起到解毒的作用。二、抗衰老。火龙果具有抗氧化、抗自由基、抗衰老的作用，还具有抑制脑细胞变性、预防痴呆症的作用。三、美容养颜。火龙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可以消除氧自由基，常吃具有美白皮肤的作用。女性朋友要多吃火龙果，美容养颜效果显著。四、预防贫血。火龙果中的铁含量比一般水果要高，铁是制造红血红蛋白及其他铁物质的不可缺少的元素。摄入适量的铁元素可以预防贫血，所以女性可以多吃火龙果。那么，火龙果有什么禁忌呢？火龙果营养价值虽然高，最好现吃现购买，尽量不要在冰箱中冷藏，否则会破坏它的营养价值。挑选时要注意表面越红越新鲜。二、很多朋友榨汁时喜欢把水果和酸奶或者牛奶一起使用，可是使用火龙果时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和牛奶一起食用，不然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工作。